象棋。马路边、公园里、小方桌上下象棋，这是很多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。象棋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，融合了道家思想、儒家思想和军事思想，并吸收了多种智慧。两方在方形格状棋盘上进行对弈，由执红旗的一方先走，对方轮流各走一招。马走日字，象走田字，车走直路，士走斜线，谁先把对方的首领帅将死，谁就获胜。象棋模拟了古代战争，棋盘中间的分界线楚河汉界便是由真实的历史演变而来。秦末楚汉相争，以楚河为界中分天下，向西是汉，向东是楚。象棋再现了当年两大王朝争夺天下的历史故事。古往今来，象棋以独特的博弈方式、鲜明的竞技特点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象棋也是怡神益智的活动，对提高思维能力、陶冶情操有着积极的作用。让我们以棋会友，感受中国象棋文化。